最后，我们来看看在竖线上做出九千九百九十九加上一。请同学一样先画一条竖线出来，把九千九百九十九标示好。九千九百九十九代表它有九个千，然后后面还有九百九十九。九百九十九加一会变成一千，一千加上原来的九个千。 代表是十个千，所以九千九百九十九加一会变十个千，而十个千我们之前学过要怎么念，它要念作一万，所以九千九百九十九加上一会是一万。